这蒸笼烟冒成这样，哦，这扑鼻而来的香味，吼、哦，整个巴肚都软腰起来。宝妹，今天你带你来港式饮茶。爸爸，我们看那个香港电影啊，都会有推车在那边叫卖。哇，今天我们来到港式饮茶，会不会真的有一台推车推出来呀、如果我是电影导演，那推车的人我要杨丞琳来演。你电影看太多了，如果真的有，你今天吃什么我都请客。爸爸，你看真的有耶，而且还真的是杨丞琳推过来的耶，所以今天我吃什么你都不能阻止我哦。来来来，再一楼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点下去了、我们这个节目还要做下去，预算不要一次都花完了。不过这里的东西怎么这么好吃，吃的停不下来呢。我在吃个饭而已，你把整个桌子上的东西都吃光了。实力坚强。看到这个场景，让我回想起当年我在香港黑社会叱咤风云的一面。什么什么香港黑社会主面？你想是想疯了、是叱咤风云的一面。爸爸，你电影也看太多了、都是那个第四台一直播一直播，所以我们就一直点一直点。